两天不是说有一只鸽子吗，在我们这儿落脚了。我说它是来我们这儿相亲来了，就是这只，就是这只，看见没？没带脚环这个，因为我们的鸽子带了脚环的啊，应该就是这个，因为别的鸽子我也没瞅见过没带脚环，就它一个没带脚环，应该就是这家伙。这家伙已经在我们这儿落户了，我只要喂鸽子，它就过来吃，而且这些我们家的鸽子也不欺负它。瞅瞅那只鸽子，野鸽子，看见没？没有脚上没有脚环那个，那个，看见没？这白鸽子旁边那个，哎，这又来了又来了，就这个，看见吧？但他有点怕，你看这个鸽子，我一扔棒子，它都飞过来，就它就跑了，看见没有？就是那个，嘿嘿，来我们这儿吃喝。哎，就是那个，你就是那个鸽子后边，白色鸽子后边那个，就是这个，最后这个，哎，又过来，又扭头过来了，收，戳的吃的多欢呢，他是打算在我们这儿安家落户了，他这是，他不走了，他在这儿安家落户了，哎。啊，就这样吧。